次有機會在這裡跟大家唱共的歌。Thank you, thank you.有陣時咧，有啲朋友會問下我，你準備唱到幾時就退休啊？咁樣，咁梗唔係而家啦。咁我可以講個真實故事俾你聽嘅。我有啲朋友咧，退休啦，咁啊移民咗去加拿大。咁加拿大地方好大嘅，有陣時去一個屋企咧，隨時揸一兩個鐘頭車嘅。咁有一晚咁幾個老友就約咗一齊就打麻雀啦。咁啊打到一半，其中一個就去廁所。去完廁所咧，點解等咗個幾鐘頭？喺邊個嚟？收哥，收哥，收哥，多謝多謝。咁朋友去咗廁所成個鐘頭都唔出嚟喎，點解咧？咁佢去廁所揾佢又唔見佢，咁諗起好啦，到到佢出嚟。一路都找不到他，為什麼打電話給他？原來他以為自己打完牌回了家。我在想，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們叫極 Encore 我都不出來的話呢，就沒事的，我最多都是以為唱完回了家。但我想那一天就是應該我退休的時候了。但是我現在我都不捨得走，我就站在這裡，你就應該是不是應該要唱下去先？所以我這個演唱會呢，就我就未能懂得飛檐走壁啊，但我都算是唱足全場啊。這個雖然不是說很金碧輝煌，但是都是總算不負眾望，是吧？好，我現在送最後一首歌送給大家。一切似空，天黑天光都似梦，迷迷惘惘聚满心中，最终一片冷的风，各种空虚冷冷冷，吹起吹起风里雾，过去的心火般灼热，今天已了永到记忆中。Thank you.
真實故事俾你聽嘅，我有啲朋友咧，退休啦，咁啊移民咗去加拿大，咁加拿大地方好大嘅，有陣時去一個屋企咧，隨時揸一兩個鐘頭車嘅，咁有一晚咁幾個老友就約咗一齊就打麻雀啦，咁啊打到一半，其中一個就去廁所，去完廁所咧，點解等咗個幾鐘頭？係邊個嚟？收哥，收哥，收哥，多謝多謝。咁朋友去咗廁所成個鐘頭都唔出嚟喎，點解咧？咁佢去廁所揾佢又唔見佢，咁諗起好啦，到到佢出嚟，一路都揾唔到佢，點解？打電話去俾佢，哦，原來佢以為自己打完牌翻咗屋企嘅。咁我諗緊，如果真係有一日咧，你哋叫極 encore 咧，我都唔出嚟嘅話咧，就冇事嘅。我最多都係以為唱完翻到屋企嘅啫，但我諗嗰一日就係應該我退休嘅時候啦。但係我而家我都唔捨得走，我就企咗喺度。我哋都唔走啊！係咪應該要唱落去先？雖然我呢個演唱會咧，就我就未能識得飛檐走壁啊，但係我都算係唱足全場啊。呢個雖然唔係話好金碧輝煌，但係都係總算不負眾望啦，係咪？好，我而家順序有成個送俾大家。識得飛檐走壁啊，但係我都算係唱足全場啊。呢個雖然唔係話好金碧輝煌，但係都係總算不負眾望啦，係咪？好，我而家順序有成個送俾大家。
了我，是你过去就已失踪，此刻又重重心痛，心中心中一切似空，天黑天光都似梦，迷迷惘惘聚满心中，吹中一片冷的风，